我又来了。大家好，我是 Vicky，咱这里现在是一个，是一个全能型的舞蹈主播。如果你喜欢我的话，你现在点点我的关注。等你大半天了，好好讲话哦。欢迎大家来到993全网青春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我是文档的接档主播，我叫 Vicky。你是不是未成年呀？我发育好了的，我已经17岁零好几十个月了。别讲那些没用的，开门跳，整得我好像要干嘛似的。怎么直播那么晚？看哥，看哥，我刚哎，不是，我就等着早上轮麦呢，不是播的这么晚。看了你4年了，还没毕业。你小学、幼儿园的笑话没完毕了，别整那些没用的。那你给我整点有用的，可算是回来了。Hello，是不是跳舞好吗？跳舞什么的都是浮云，点关注才是重点，你们知道吗？没人听你的，真有，可多人喜欢听我爸爸，不喜欢看我跳舞。刚那小哥哥让我好好说话。我这不是还帮我好好说话，你们会受不了吗？万一你们受不了了，爱上我了，多难受！对吧？爱上我了，又不能做我男朋友，也不能保护我。平顶山，你大爷！你大爷！我害怕我正经起来，你们受不了。别扒，你们别扒吧，你们光给我扣六就好了。너 때문에 지쳐.
小礼物啊，谢我咖哥，谢谢梦露，谢谢小念，谢谢何时坠。欢迎大家来到993全网既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我是本档的技能主播，我叫 Vicky。 你哈什么呀，那么开心啊，见我你点点我的关注行吗？点点我的关注好吗？那下面像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大家点点我的关注，屏幕右下方有个直播时通知我，下面有个小框，打上勾就可以关注我了，谢谢。然后麦序上面一号麦、二号麦，选择右键可以关注他，就可以关注我了啊。右键选择关注他，就可以关注我了。关着你好像有病，你给我发那些啥意思？哪个党没有点黑粉了？真的是，我看着直播节奏就挺好的，哪个点没点黑粉了？你还搁那笑，我不搁那笑，我搁这哭呀！你有病是吗？你搁那带我节奏，神经病似的，非得给我发那些黑粉的截图，你有病吧？谢谢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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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累了哥哥，累了休息一下。红包，我再给大家跳一支舞。好像神经病似的，我穿刚那一身根本没办法跳，就是爵士啊那些的，根本就那种风格就适合那种卖萌的舞蹈，我又不喜欢跳那种舞蹈，奇怪死了，还让你带上我的节奏了。大家点点我的关注啊，喜欢我的点点我的关注啊。你在乎他说什么呀？他一直给我发信息。给大家跳这个。Music
think it's so cute, and I think it's so sweet. How do you let your friends encourage you to try and talk to me? But let me stop here. 诺诺哥，秀琪是谁啊？这疯魔样，不是。人家说长得漂亮的女生这样子任性的话，男生会说：“你给我买橘子。”人家说长得漂亮的女生这样子任性的话，男生会说：“你这磨人的小妖精。”然后，长得不漂亮的女生的话，你要是这样的任性的话，别人男生就会说你这死老娘们儿。My name is no, my sign is no, my number is no. You need to let it go, you need to let it go, need to let it go. My name is no, my sign is no, my number is no. You need to let it go, you need to let it go, need to let it go. What you gonna say? You ain't running game. You cannot believe in every word. Call me beautiful. 你带着20万人民币夸你漂亮。给你买香蕉，我给你买一大鞋底子，给你买一大嘴巴子，滚边来去！能看看，不能看滚出去，滚，滚。行，我咬你！我可没打狂犬疫苗。你说，打他们！骂谁呢？骂小黑粉呢？有些小黑粉可流氓了，你知道吗？又乌拉拉，他在我后面。有些小黑粉，人淑女点不可以？讨厌讨厌，小拳拳捶你们小胸口，讨厌讨厌，黑人家，淑女一点。偷懒，没时间了，我要走了，拜拜。